现在一墨可以带路了。哪边转？你妈，这不是你的水平啊！哎呦！累了，你妈。没事。这你也拍？这珍贵的历史资料，哎呦！在那坡上摔倒，在小沟里倒了。哎呀，我塞！看见那些围观群众啊，就在那里围观着。哎呀，一墨你要干嘛啊？哎呦，我怎么翻车了？这电太小了。行了吗？哎呦，这车！哎呦，看我，我踩着你的脚呢。你踩着我的。啊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别人了吗？不行，我得脱了。这个。